杨丞琳和张孝全拍摄《最后决定爱上你》的床戏，虽然女生包紧紧，不过因为演得太过投入，让人看得情欲高涨。我记得我们要躺在床上的时候，孝全还说我来咯，我就说你来吧，他说我真的要来了，我说你就来吧，对，然后就来了，然后就变刚刚那样。我觉得很猛，我们两个觉得很猛。看不透你的秘密。其实他们对拍床戏并不陌生，只是以前都擅长跟同性。因为我和孝全很有趣，就是他演过最开放的，尺度最宽的是跟男生，那我演过尺度最宽是跟女生，所以我们是首次跟异性合作尺度最宽的。到底激情过后有何感想？刚开始真的很害羞，可是我很满意刚刚的成果。刚刚再看一次会自己会脸红心跳？有，因为我肩膀就很紧张了，然后我好不容易那个身上的泛红都退却了，但是就在那一幕又燃起的时候，我整个人的那个红疹也整个一起燃起来，整个胸前都红起来。对对对，我现在好热哦，可以这么说。一电视林诗豪、张哲明采访报道。